甲状腺啊，就是格外疼。就不敢碰你这个地方。就这疼是吧？对。就拖了时间长了，这拖了有没有半个月？你晚上几点下班一般？晚上伸手留着早，有时候四点半就走了，但是有事儿，有的在这些。老皮不给你扣了吧？要不我，你说我几点下班吗？我8:30九点下班。那你就别拖。你看你这个长度哈。就这个不止一个月，差不多一个月。有服装上看得到，上次没有记录。这儿，左边，这儿，这儿不疼吗？就是这儿疼。哎，对，这里面有个老皮，扣子能疼点。你扣出来？能。就这儿呢？就这儿。来，下来了。因为刚才我扣的时候你疼，我都没给你扣。好点儿是吧？对。多大的这两块儿？你看。这两个翅膀一样的。这5月18号的作品哈。